最近各个新剧的开播可谓是吐槽声一片，时隔9年的年度大戏《金枝欲孽二》在23日晚间首播，有不少网友看过了第一集就纷纷开始发表言论，称里面的角色太多太混乱，连主线关系都不清楚，看到头晕。《金枝欲孽二》第一集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如妃、纯太妃、同奶妈等几方势力展开，人物复杂，情节混乱，好多网民都表示没有《金枝欲孽一》好看。不过暂时只播出第一集，还不能下判断。能够做到不理闲言，悠然自得，乐在其中，的确有福气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更是有部分网友因为该剧演员之一苟云慧而要罢看《金枝欲孽二》，犀利的吐槽一个小三演出来的电视剧没有任何看点，电视剧品质的好坏看的不是演员的身份，而是演员的演技。网友们还是要公平的对待电视剧主创们的付出啊！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